因为我老公现在眼中就走，哎，就是他女儿，也是我女儿啦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啊，我是两个女儿，我你是老婆也是女儿啊。过年哦，嗯，可能过年后才会出，过年就生下来。对啊。过完年嘛，我们现在还在计划当，因为现在想要带小孩出去走走。哎，其实带小孩要去哪里玩比较好玩？我跟你讲，你父母前呢，不要出门。父母前不要出门。然后初六的时候呢，飞去日本。啊，我是去滑雪。你比较大，我还没三岁。啊，对，不能滑雪。对啊。那最好的选择就是在家。就在家是不是。出门反而会吵架。因为比较小的时候带他出去过，我有学到一点教训。真的。我做年菜，我都买东森的年菜，因为我自己真的我的厨艺不佳啦。我老公要给我红包。她老公为什么要给红包？对，我老公常给我红包。她都比她老公会赚了。毕竟不用什么包来包去，有点矫情。那我会带我女儿出去拜年，因为我终于今年可以用我女儿去收红包了，终于都。弄一些回来。会在家嘛？对不对？你会在家？对，我会在家。我会在家。我也会带小孩去旅行。因为我老公现在眼中只有，对，就是他女儿，不是我女儿。对对对，啊，我是两个女儿，我你是我老婆也是女儿啊。